下一集。对你和对许望都很重要的那个项目，我有点担心。老赞，你现在打个电话取消这个项目。是阿九刚才上来叫你喊停的，是不是他也眼红我坐 CEO 的位子啊？总之这份意向书一定要签。你也可以上 Tiger 随心选看更多《溏心风暴3》的视频。